不是，他们分别是我们的玛丽莲、梦咪和我们的性感的模仿雨墨。来，开始。Hello， 我直接放音乐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家支持我的可以不仅可以看到那个玛丽莲梦露，还可以看到小性感小野猫。大家喜欢可以支持一下我，投我一票，然后来到我的子频道一起 happy。好，来，你不放，由主持人放。来，第一首音乐，来自我们的卡门，一首。美国60年代蓝调的一首歌曲，来，我们看到两位主播能否把第一首歌曲演绎的淋漓尽致。然后感谢大家来 music 上的一票，窈窕的曲线，性感的钢管，丰满的臀部，纤细的腰肢，两个人的眼神都透露着诱惑，两个人的后背都向大家展示了一个词儿，那就是音乐要换了，节奏突变，一首必练的开火歌送给大家，看看谁更加的富有节奏感。上车了，兄弟们！来，投票已经开启，支持小猫咪投出第一条，支持雨墨投出第二条。节奏再一次慢了下来，有人说什么节奏最适合？